好，大家好，我又回来了。Sorry， 我真的有点 sick。现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生病，注意大家多喝水，因为现在变天了。我又去香港，又去北京，所以有的时候天气变化什么的。我前两天还去了一趟沈阳，所以突然间现在变化有一点嗓子不舒服。言归正传，因为你们好多人给我写私信，虽然我已经不是少女了，但是我有很多少女少男的宝宝们 follow 我。那这些粉丝呢，他们都是学生，所以经常跟我讲啊，有的时候我推荐的东西可能对他们来讲稍微贵一点。我自己是不相信只有贵的东西才是好的，我是相信就是这个东西只要适合你哈，你觉得用的好用那就是好的，不管它是多少钱，这个我觉得都无所谓。总结了一下几个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然后特别想推荐给大家，但是又是100元人民币之下的啊，全部都是100元人民币之下，实际上100元的都很少，基本都是十几块钱到70块钱之间的。有好多人跟我说让我推荐国货，因为我现在还不是很了解，所以不敢乱推荐。但是这些不是国货，但是呢我觉得都特别好用，我给大家参考一下。 OK，说车轱辘话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先从推荐一些护肤的东西开始好了，因为护肤品呢我一般不会买太便宜的但是有几样东西我觉得挺好用的。你们可能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就是说everybody knows this， 谁都知道，但是你们不是让我推荐吗，我就给你们推荐一下。悦诗风吟的，它叫 Innisfree 悦诗风吟 Super Volcanic Pore Clay Mask， 它是专门去黑头用的。给大家看里面是这样的，我很久没用，你看拿出来，这我现在这稍微有点干了。你主要是把它拿出来放在鼻子上，然后过10分钟再洗下去。我自己没用，但是我是怎么发现，好长时间没用，怎么发现它特别好的呢？就是我结婚之前，因为你们知道翠哥他的脸皮是很厚脸皮的一个人，就是皮肤很厚，然后呢。都是黑头，他这儿就好像吃芝麻烧饼一样，就是 it's disgusting， 超恶心。我有的时候帮他挤，然后他就会跟我抗争，我把他摁在那儿挤，然后他就像杀猪一样的叫，然后就没法挤。但是我快结婚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能这样，丑死了，你这个脸怎么回事，就像西瓜一样，全都是黑头，恶心死了。然后他说 no， 我不要挤，他就觉得疼的都不行了。我说那好吧，我说我给你用用这个，我买了以后一直没用，然后我就给它擦上了，擦上之后洗了下去，然后我觉得去它黑头的效果特别好，一个是它特别明显的一个大块的黑头，基本都是顺着这个给掀出来的，然后小的呢，用它用完以后，用手稍稍这样轻轻的挤一下，它就出来了，我觉得像它那种都黑头脏到不可救药的人都能改善的话，那么女孩子话天天洗脸，翠哥不洗脸。不，新宝宝不知道翠哥是谁，那是我老公，他不洗脸，他所谓的洗脸就是在洗澡洗头的时候让洗发的那个洗发水留在脸上，然后就冲掉，这就算他洗脸了。那这样的话，他又是油脂皮肤，他肯定会满脸黑头。那作为女孩子来讲，有很多人他会护肤的话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值得一试，而且便宜。我是在韩国买的啊，我给你们看看那个在淘宝上多少钱。这个淘宝上60到70块钱，所以特别便宜，特别好使。您看是这个样子啊，悦诗风吟这个火山黑泥，我知道你们都知道，又说你不要推荐这种大家都知道的。有的人不知道，我是真心觉得它好又便宜才拿出来给大家推荐的，你们可以自己买回去试一试。悦诗风吟去黑头显著，翠哥那种无可救药的都已经弄好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错。那下一个呢，就是一个粉底 Wet n Wild 这款，我给你们看过了，这个 Photo Focus， 这个我曾经还跟他拿那个 La Mer 试验了一下，它是 La Mer 那个1/20的价钱，它在淘宝上大概是40块钱到60块钱不等这个价位。它的优势就是不脱妆，遮盖力强，缺点就是稍微有点干，所以如果你是干皮肤的话，我会建议里面在里面放点油。你看，但是它遮瑕力真的是一等一，给你们看看，这个遮瑕的力量，而且不氧化，这个粉底不氧化，遮瑕力真的是非常厉害，而且它叫 Photo Focus， 味道不好闻，感觉有点锡料的味道，
七种不同的这个灯光下试验过的，所以照相的时候特别特别合适，不会让脸亮，不会让脸反光，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持妆效果、遮瑕啊什么都不错，尤其是这个价钱，而且你看它这个包装居然是还是玻璃的，就 Wet n Wild 的诗又野一个大型力作吧，拍照的宝宝特别适合，学生党你如果脸比较油，然后又稍微有点瑕疵的话，特别特别合适，因为一瓶能用很久，而且一瓶只有40到，我看那个不懂啊，这个在美国才卖4.99块，有的超市里美金，超级无敌便宜的，才30多块钱，在淘宝上呢会稍微贵一点，但是也是非常非常值得一买，学生党的福音，遮瑕、持妆都一流，滋润稍微差一点，所以干性的皮肤的宝宝慎购。对了，提到了擦上粉底，我们说一下卸妆。最近我用了一款特别特别好的卸妆的这个水，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卸妆水是 PR 给我的。英文名字叫 Dirizum， 中文名字叫朵丽姿敏卸妆水，这是日本的。这款卸妆水，我跟你说我为什么特别迫不及待的试了。首先它没什么味道，它是你倒出来之后这个质地啊，它是半水半油混合状，这个大概是70块钱人民币一瓶。我为什么超级无敌推荐，现在我觉得甚至就是尤其是油性皮肤的宝宝，因为你们好多人问我油性能不能用卸妆油，因为我自己一直是用那个植村秀那个卸妆油，然后呢偶尔会换点卸妆膏，卸妆膏呢我会用像什么那个资生堂有的那个就去角质的卸妆膏，我自己的感觉是卸妆膏很不错，卸妆油也很不错，但是如果你油性皮肤说我很容易起痘，我说这些油会不会让你起痘，我自己很难告诉每个人的肤质不一样，但是我表妹是一个痘痘肌，她满脸痘痘，她就用不了这些油，用不了这些油呢，她那天来了之后我让她试了一下这个，她在这儿我这住了2天吧，她用了2天，她说完全没有闷痘啊，这是其一，就是说那种用不了油的油性皮肤的绝对可以试这个，因为油性它可能分子力比较大，所以它容易堵毛孔，那这款呢至少从它来说它不会闷痘。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它真的卸妆特别干净，我是从来不太相信化妆水这种东西的，因为化妆水呢它哪怕是那种就是那个小分子什么 micellar water 我都觉得卸不干净，但是这个我自己就卸得特别干净，我用了大概有今天为止有那么今天是第五天了吧，大概是我用了差不多第五天，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第一就是它跟油卸的一样一样的干净，还有呢就是卸干净了之后我会觉得我的皮肤变得很软，跟那个资生堂的那种就是去角质的还不太一样，去角质的那个我自己的感觉啊，它是就是去掉了我表面一层就是很厚很粗的皮肤，所以我会觉得脸滑，但是这个给我的感受是用它卸完了妆之后我会觉得我的皮肤是受到了滋养变润了，它是跟那种就是剥去了一层表皮露出新皮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就好像刚做了面膜脸嫩嫩的软软的皮肤的那种感觉。我又去他的网站看了一看，他是说是因为里面有很多营养成分在卸妆的同时会滋养皮肤，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还是特别推荐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全天然毫无刺激敏感肌可以使的，我自己不是敏感肌啊，但是我一直都在想就是敏感肌能用什么，敏感肌孕妇都完全安全使用，所以我觉得真的特别推荐，而且只有70块钱，这么一大瓶能用很久很久，用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好，那继续来，我今天化的妆，因为今天都是100块钱以下的好物嘛，我特地用了都是100块钱以下的化妆品。现在推荐眼睛上要用的东西，我今天眼睛上用的眼影是这个诗又野的三色眼影，在美国打折1.5毛钱美金买的，你们相信吗？这个我还没有在淘宝上看到过，但是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美国或者有人给你代购的话，买一个回来1.多块，好像平时是3.99块，我打折的时候买1.多块。如果你去诗又野的网站上也有卖的 wetandwild.com，你把那个网站弄出来就有卖的。这三个颜色特别适合青春无敌的粉色，看还很上色，然后放在眼角加深眼窝的这个深一点的葡萄紫，再加上可以放在就是哪儿提亮的这个，提亮的颜色稍微差一点，但是可
come on， 这才一块钱美金，十块钱人民币，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太挑剔。但是你看我画这眼妆是不是挺美的，完全完全够了，特别好，特别推荐。这个是施佑野的这个三色眼影，我以前买过好多个，然后送给过宝宝们，我可能送了十个出去。你们谁拿到这个礼物也给我反馈一下，有没有用它化妆，这个颜色很减龄，非常好。好的，接下来还要推荐呢，也是眼睛上的。我不是跟你们说我最喜欢的这款兰蔻的这个睫毛膏不是断产了吗？而且它挺贵的，大概2-3百块钱，断产了。后来我买了几款其他兰蔻的，都不是很合适。这个 Lash Paradise 我以前用过，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把它扔一边了。那天看见我还有一支新的，就打开用了，欧莱雅的 Lash Paradise，L'Oreal Lash Paradise， 这个在淘宝上卖大概65块钱。我觉得真正跟这个没区别，这个大概2-3百块，真正没区别，60多块钱，擦在眼睫毛上有拉长、加厚、卷翘三重效果，三合一，而且不 smudge， 不容易涂到就是草，不会晕染，特别特别好，不会苍蝇腿，而且这么便宜，欧莱雅这个淘宝上就有卖。基本我不知道真假，我不太清楚啊，但是我看淘宝上基本都是60到70块钱左右，特别特别好使，堪比兰蔻。我觉得我可以跟他说拜拜了，既然他们也不再生产了，我就以后用这个，我不会再买兰蔻的那个睫毛膏了，因为我新买的那个不是很喜欢。 OK， 那还有什么？哦对，这款嘴唇，这款唇膏我给大家看见过，这个也是 PR 给我的。它这个是娇润水感唇膏 ，L Girl 的，这个颜色叫冰冰 Orange， 冰冰橘。我知道这个词现在有点敏感，但是我要跟你们说，这款唇膏是我一生当中用过无数个色号、无数个唇膏最滋润显白的一款。你们知道我其实是不是说我非要白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我的小麦肤色可能更适合我啊。这款唇膏，你看我今天就画的这个，我真的擦上之后，就我这个人啪白色号，突然间觉得我从一个黄皮的人变成一个白皮的人了，就真的有这种功效。我觉得颜色撞起来，看什么白什么不白，这个是真的是跟搭配有关的。我自己不太喜欢白，但是我喜欢的它润。我的嘴唇这么干，现在10月份北京已经很冷了啊，我一点都不干，擦它一天都不干，而且就是舒服，嘴上不会觉得厚厚黏黏，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这么神奇。记住了，如果你要去买一款，而且这个唇膏也不贵，我给你看看这个 L Girl 的唇膏在淘宝上卖多少钱啊？找到了，这款价格是89块钱，冰冰橘，让你不用美白，自动美白两个色号，而且还当护肤的这个护唇膏用，真的特别特别好，大力大力推荐。我用了以后我都觉得，可以有，是这样。OK， 再推荐一个头发的啊，这款老奶奶雪松洗发水和护发素，这个是我今年就是世界杯俄罗斯的时候从淘宝上买的。当时买了以后呢，就是为了能够给大家推荐一点俄罗斯的美容美发的产品。你看这瓶我基本用完了，还剩一点点，我本来想给大家留着做空瓶的，但是这个还剩一点，我用护发素用的比较多啊，洗发香波还剩的挺多的，所以我想先拿出来推荐吧。因为这真的超便宜，老奶奶多少钱？我记得就是便宜到都无耻了，那么便宜。我给你们看看啊，老奶奶20块钱一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头发柔顺，然后蓬松，尤其像我这种头发又少又软又细，特别好，因为它是雪松，你打开以后像松树的那个味道特清新，你的头发就感觉闻起来像那种就很 Christmassy， 很像就是圣诞节的时候你圣诞树的味道，特别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因为冬天快到了嘛，那俄罗斯那儿就很冷，所以他们生产的这个护发的东西特别特别适合冬天用，就比如说这个因为冬天的时候呢，它会就让你的头发变得很脆，我觉得它因为有雪松成分，就让我头发比较柔顺，所以没有感觉说毛躁，就是防毛躁防静电，然后但是呢还蓬松，而且20块钱你买一下试试，你不喜欢丢掉都没有那么可惜，对不对？ OK， 这个又是我推荐的东西。那还有一个我想推荐给大家的平价的产品，
是一款定妆喷雾。你们知道我超级无敌爱那个 Urban Decay 的 All Nighter， 我一辈子都会爱那个 All Nighter， 但是有宝宝跟我说他觉得 All Nighter 太贵，就是自己是学生负担不起，问我有没有就是可以便宜的替代品。那 Then here it is， Milani 这个 Make It Last， 这个70块钱，那个 Urban Decay 要200多。那这个喷上之后给大家看看，除了它这个包装感觉很便宜，但是因为它便宜嘛，就喷出来它这个喷头喷雾很细，不会像一个水珠一样咚打在脸上把你的妆弄花，喷出来特别细，味道比较好闻，尤其是最重要的是它定妆效果也不错，没有 Urban Decay 那么好，但是定妆效果非常非常不错，也让你的这个化出来的妆这一天呢都比原来持妆的效果要长很长时间，尤其是你脸上容易浮粉的话，你把它铺在脸上用彩妆蛋这样摁一摁，你会觉得你的粉底服帖服帖特别多。OK，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了这几样百元以下的产品。其实还有一个产品我本来是想推荐，我不知道放进去不放进去啊。Cody Airspun 这款散粉才40多块钱，你们知道我爱它爱到什么地步，我结婚那天就是用了它，就是这么好，但是它味道真的很臭，香得不得了，但是它的粉质很细腻，而且粉的遮盖力很强，就是如果你皮肤有很多瑕疵的话，擦一层粉底你觉得不过瘾，扫扫盖这一层，持妆遮盖细腻都有，才40多块钱，我在淘宝上买的，非常非常好。当然如果你有朋友在美国的话帮你带 Cody Airspun， 我这个盖儿哪去了， sorry 盖儿找回来了， Cody Airspun 真的超级好用，这个是我在 YouTube 上最喜欢的那个美妆博主 Tati 他推荐的他推荐之后我就去买了，我这是用了将近一年，我买这个大概用了有一年半了吧，我是结婚之前买的，然后用了用特好用，我结婚当天都用了它，所以你们知道我有多信任这款散粉。你说跟 Laura Mercier 比起来，那个200多，Kat Von D 也200多，这个才40到60的，淘宝上价格不太一样，但是效果是一样的，而且这个你这一盒大多了。除了比较香以外，其他的效果真的差不多，我非常非常喜欢。OK， 那今天给就是学生党宝宝们推荐的100元以下的我所有的这些跟美有关的东西好用物啊就到这儿了。我自己有一些很昂贵的品牌我非常非常喜欢，我也愿意去尝试，但是我自己是坚信你不用花很多很多钱才能画出来漂亮妆容的人，这个完全看你一定要会挑产品。一半我的工作也去会试各种各样不同价位的东西，然后当你们的小白鼠把那些好用的都给你们挑出来，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便宜好用的东西也留言告诉我，然后我也会去试一试看看我的感受怎么样，然后更多的整理出来，让更多的女孩子男孩子们都能享受到又便宜又好性价比超高的东西，好不好？OK，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注意在微博上关注我，在微信上关注我，然后油管上关注我，然后小红书上关注我， B 站上关注我，然后所有所有的 channel 都关注我，好不好？ I love you guys so much. I will talk to you very soon. Enjoy all these products that are under 100 RMB. Okay?